心想它是事成。好，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倒数圣诞节抽抽乐，这是第一天的，那我们把第一天的抽下去吧。三、二、一，抽了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抽。走，给你拍拍手。耶！哇，今天第一天是什么？录一集耶！也太棒了吧！哇，今天第一天就录一集啊！它是上面有那个线。好，今天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录一集。噔噔噔噔噔，录一集应该要在这里。好，给弟弟玩一下。今天要弄过。好，我是星辰之城，我是星闪。炮弹吧，这没有，就是那个，是那个炮弹吧，说，附着一条锁链，这就是汪汪汪汪，好，心想事成抽抽乐第五天，心想，今天的是在哪？这里，然后戳，哈哈，金币。金币，好，大家好，这个是今天的第二天，我们出去了。第六天哦，炮弹，黄金的，黄金的。哥抽了什么？炮弹呢？嗯。高老师炮弹，特别是这里，还有一个。啊？第七天。哇塞！哇，第九天就抽到碧姬公主。我是碧姬公主，老师要请到你。好 ，OK。看一下，哦，它里面有脚。好。今天第十天是什么呢？无敌星星。无敌星星哎，哇塞！我看一下，今天是星星，无敌星星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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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大家好，我是星星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每天都是小星星。耶！又抽了，又抽了！哇！十人花，哇塞！十人花在十人花那个盒子里面的，有点太巧了吧？嗯，好。好，抽一下，十人花，这是。
人或者图片上。然后我现在来讲一下，是超强的，绝对不是强。屁屁公主就在屁屁公主。火花，火焰花就在火焰花下面。对不对？今天车来了，第十二天，第十二天，好，第十二天，这里，收下去了。哎，我，金币，又是金币。好，今天获得第二个金币，超有钱。好，有钱。哇，耀西耶，耀西耶，好可爱啊！耀西，这么兴奋？今天是蛋蛋恐龙蛋，恐龙蛋是 Luigi 的蛋。今天是这个耀西的蛋，耀西下了个蛋。昨天抽到耀西，今天就下了个蛋。下蛋，下了个蛋，一个蛋，兴奋！啾啾啾啾啾啾！今天，好，是那个。HP 增加的蘑菇 ，HP 蘑菇，好，拜拜。也是第十六天。哦，炸弹杯，炸弹进来了。干嘛？炸弹杯。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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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又是魔术。这是什么？松叶，就是那个马里奥那个，他马里奥他的、那個、松叶哦，它变化变成一个那个狸猫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这里这个呢有限定，这个只有马里奥的经典款，我给你看。马这个风，这个落叶呢，它只有在马里奥 Super Mario 3D World 跟 Super Mario。在这两款里面会有，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到这个的话，你只能在这买这一款。OK， 这跟我们开箱没有关系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拜拜。二十天，臭，哇、哦，陶德，陶德了，好可爱哦。他不是叫那个陶德不是吗？他不叫蘑菇头，陶德吧。好，今天的二十号是抽到。陶德，陶德，陶德，他头能动吗？可以，我360度，好棒棒！啊！这是第21天，陶德，抽，又是金币，我们拿几个金币？第三个金币，第三个金币了，22天，哦。真的是炮 P O W， P O W， 好聪明啊！你有猜对耶。看吧，我说，今天是第23天，无敌星星，你猜对了。我们今天才讨论过是不是无敌星星？对对啊。这是这个，好，这是24天。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天，所以要有一个小帽子，再扮小土地，才中几个？啊戳戳啊戳啊戳！就是最后的，就是噔噔噔，黄金马里奥。
纯金版马里奥，有点锈钢锈钢。哇！全部抽着。全部抽完了，这一盒全部抽完了。祝圣诞节总结，好，这个是路易吉，然后我们还有我们的方块，我们抽到了两个方块，那我们就这样放在这边。好，然后还有炮的能量方块，就放在这里。然后呢，还有两个这个龟壳，这里。在这里，好，那我们还有我们的三个金币，一个金币，两个金币，三个金币，我们还有食人花，还有火焰花，在这里，我们还有炸弹兵，哔哔哔哔哔哔哔，嘣！战兵非常的危险，战兵非常的危险。接下来是陶德蘑菇头，冲超快。陶德他不能站，所以我们就这样让他躺着吧。接下来是耀西，耀西。接下来是黄金马里奥。哎呦。他也不能站，所以也让他躺着。接下来是皮奇公主，哎呦！接下来是无敌星星，有两个，他也不能站，所以就让他站吧。接下来是枫叶，接下来是两个蘑菇，秋蘑菇，蘑菇。这里，接下来是最后一个蛋蛋，他好像也不能站。还有最后一个，我刚看错，是最后一个大铁球，他好像叫汪汪，对不对？我记得他叫汪汪。嗯，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。以前有人知道这个跟这个大铁球，这个还有。这两个的名字的话，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哦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